滑捋捋嘅茶碗蒸，每一啖入边都会有馅包住个蛋，所以佢每一啖落去都系好滑。东京最后一煮，要诀零保留，话晒你知，防止倒汗水咧滴翻落啲蛋度，咁咧可以保持蛋嘅本身味道。趁而家去东京偷食，好，最后一集今晚8:30，82台 J2。